这个地方哦，这个影片还是太大了，因为用 iPhone 去拍的话，影片都会比较大一点，所以一样，在这个地方我们再缩小一点，来去快速点两下，把这影片缩小，因为最好是看到那个满版的影片。好，再重播一次，稍微把显示比例改成50都看到。好，播一下。好，假设到这边我要结束，假设到这个地方我要结束，那你要找那个古典啊，记得我说的吗？例如说在这个地方哦，好，刚刚这边是不是就结束了？就是。如果以我要剪辑的话，我是搭配这个声音，所以我把声音稍微放大一点。我要告诉你我在哪里要剪。就是我们仔细听一下哦，就是它是。这边我就把它剪掉了，所以这边我直接按一下停。怎么剪呢？这边就有一个 razor，OK，razor，好，razor，点一下，然后直接在这条红色线上面点一下，然后接下来请再用选择工具把后面直接给 delete 掉，可以吗？就是这样做剪辑。可是呢，有些人他这样走，可能还没有走完，他就剪掉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，可能你还要再学一件事，就是我要把这一段影片直接说快走，把它走完，可以吗？快走是在这边滑鼠右键，这边有一个叫做 speed，请问你200% 是不是叫做走快一点，快走？如果50% 就变成走很慢，叫做慢动作。我先做一下50% 好了，各位们去看一下，你就会发现这个变很长了。但是它现在走的速度呢？走的速度有好了，那请问会不会忽快忽慢？会吧？你就把它切割成好多段，你就把它切割，例如说一刚开始的时候，这边把它剪断，后面呢，这边也把它剪断，中间变慢，就提供给你们参考咯。你可以分别去设定，然后一刚开始的时候走很快，然后后来中间这个过程慢慢走。好，画面还给你们自己去玩一下了。